主席啊，你果然啱嘅，我就啱嘅。其實冷靜一下咧，原來你真係財得啱，因為咧，其實我應該我因為手快快，其實我喺呢個修正案 P.714 裏面咧，有呢、這、一個總目142咧，就關於政府總部政務司司長及辦公室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裏面嘅修正案咧，就係、是、議決為削減分目0002將總目142削減105，即係1,054,000元嗰、那個咧就一定中啦，因為係合埋一齊啦，包括埋呢個邵善波同埋所有呢一個中策組全年嘅預算開支，明未？即係話講成個中策組啦，咁就即時相關啦，因為高靜芝本身就係其中一個人嚟嘅 ，OK？ 咁當然。呢、這、一個邵善波有得佢點樣做呢就係、是、唔應該嘅。咁啊，即係相關啦，係嘛？咁佢兩個人之間嘅關係，成個組嘅關係，冇得講啦，係咪？嗱，咁當然晨早流流，可能我一時瞓唔醒啊，你指正係啱嘅。啊，嗱，而家繼續書歸正傳。嗱，我講就唔算，劉兆佳講算啦啩。咁劉兆佳話說係中策組嘅元老，咁佢喺評論一個非常之奇怪嘅現象嘅時候呢係有講嘢嘅，就係、是、呢位高靜芝啦。咁高靜芝呢就身兼即係好簡單，食嗰度屙嗰度就咁簡單啦。如果即係呢一個通俗之咁講，即係話呢佢自己喺佢自己嘅職權範圍裏面做咗一啲惹人猜疑嘅濫權嘅嘢，咁高靜芝我唔識佢嘅，係咪？但佢做咗啲咩呢係令到輿論譁然，而實際上面好，我哋好多人呢都學咗黃國興咁講喺事務委員會提出過呢個問題嘅，即係就係話點解高靜芝係做咗一樣係以前嘅。中策組嘅顧問係從未做過嘢啦，就係、是、講輪選嘅問題。嗱，輪選固然係唔係淨係受分嘅，係話我哋嘅諮詢政治裏面揾邊個人嚟接受諮詢，唔揾邊個人接受諮詢。正話啊，主席指教我就係話：喂，你唔好離題。我就講即係話，其實啲輪選。議員，我又提醒你咧，你講呢個問題，其他議員。亦都已經發言嘅時候提過，所以請你盡量唔好重複其他議員已經講。主席，咁我依書直說，話說喺2013年，政府去年獲財委，即係喺嗰年啦，獲財委會批准在中央政策組增設全職顧問，並聘得有兩個字費事講啊，梁粉刪咗唔算，當係中立。高靜芝出入該職位。主要職責應該說是任務，咁呢個就係嗰個有講嘅，我就認唔同意嘅。是統籌政府所有諮詢和法定組織的委任，特登俾錢請啊，相唔相關啊？同佢諮詢，本身冇呢個位啊。劉兆佳做咗10年都冇呢個位啊。劉兆佳事後批評呢個位係唔應該噶，審慎理財啊。高靜芝係咪高啲啊？嗱，好簡單，咁嗰陣之後，即係做咗一單，即係令到大家都覺得係非常之冇辦法了解嘅嘢啦，係咪？就係話佢自己去委任自己落分，你話頂唔頂人？提名唔係委任，因為冇辦法提名。喂，呢、這個唔係我講啊，黃國興都笑咗出嚟啦，就係、是、話食又喺嗰度食。屙又喺嗰度屙，係唔得噶嘛？一個由公帑去委任嘅一個負責提名嘅人，係絕對要俾我一樣嘢，就係、是、不單止公義係要伸張，而係實要彰顯你喺裏面伸張係冇用嘅，成個社會睇落去係冇辦法，即、就、係、是、完全冇。嗱，主席，好簡單咁講。呢、這個問題我哋要解釋俾各位知嘅，包括咁嘅高局長喺度，我哋要解釋俾佢知。選舉即使係功能組別選舉，
是選舉嚟嘅，願選就服輸，所以係冇問題嘅。你只要鬧個成個制度，但係輪選既然而家唔係選舉嘅時候咧，更加係不要循規蹈矩，潛規則都要守到足。而租政資高薪被延攬入到就破壞呢個制度，係一個行之有效。香港人覺得你自己搞啦，都唔會死得人嘅。喂，咁樣要俾錢佢？嗱，老實講，如果我扣唔到呢個邵善波嘅人工咧，就焗住係成個即係去世啦，即係淨係冇啦。嗱，老實講，各位建制派嘅議員，你都有份嘅，你服唔服啊？明明係應該你做嘅，你做太平紳士，或者你係呢個金紫荊嘅，或者你係去某個事務委員會嘅，咁咪哥。突然間個高靜芝而家咁樣搞，喂，主席，情何以堪啊？所以主席，你今日雖然而家話得我好啱，令我咧回歸本題，我真係多謝你，我真係要為天下嘅蒼生，天下容忍呢種輪選制度嘅不堪嘅人，嗱，鍾樹根係啊，你本應該更上層樓嘅，就有高靜芝阻住啊，係咪？你全部都係咁噶嘛？嗱，主席，我為呢樣嘢，嗱，老實講，如果你覺得係高靜芝抵殺嘅，咁咪殺邵善波咯。如果你全部嗰個成個制度係不堪嘅，咪殺曬成個制度咯，係咪啊？咁老實講，高局長，我幫你㗎，因為你好睇住好多啲咁嘅諮詢委員會㗎嘛，係咪？